跳手里手里打第一个球，这个球送到的是在中右外野方向三分炮，这个球像是吃进肚子里的炭烤三明治回不来了，轰不浪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林志胜现在变成了明星白队5-0领先喽。昨天全垒打大赛的冠军呢，林志胜呢打一个反方向的轰不浪。哇，这也是林志胜在明星赛打上第一场没有条例嘛。金白队大开杀戒，冠军5-0领先。谢嘉贤在2005年的明星赛打过球，哇，这个球，有啊，投不浪啊，哦，安内都丢啊，哇，谢嘉贤他在中华职棒的明星赛打的第二支全垒打了，哇，投不浪啊，好卖，这一支两分全垒打，金价奔来啊了，2-5，剩下三分落后了。哇，看阿伯这支啊，哦，这支钓着免看，距离是绝对有够。连球击他绝对是毕生难忘，这一棒轰到左外野方向，钟成佑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，回不来了，轰不浪，全垒打。哇，钟成佑今天明星赛还是当昨天的全垒打大赛来打一样啊，一上来轰出了阳春全垒打。明星白队目前是6-3，又取得了三分的领先了。朋友如果打双杀打的时候，钟教练就不会讲话了。我让表有我恭维，我当真的当昨天的。